近日，有网友晒出陈志鹏在农村素面朝天的照片，只见他身着 T 恤短裤，脚穿人字拖，十分接地气的模样。接着就有知情人出来爆料称，陈志鹏此行是为了帮去世的朋友的父母盖房子。得知背后原因的网友们也纷纷大赞他讲义气。虽然一直被传靠穿奇装异服博眼球，但事实上陈志鹏也一直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，而此番一举也让不少网友对他看法改观。毕竟人家爱穿什么跟人品还是两码事，就这件事来说，他实在是娱乐圈不可多得的重情重义的一位明星了。